安安静静的，就是默默的离开我们。他的为人有今天这么多的朋友，可以见证他多么成功。我们说天下没有不散宴席，今天是你比我们早走一点。过去你在我们四川，不管是台湾会馆，然后同乡会，都曾经散会，每一次他都是默默的啊，在我们以后长辈啊，谁知今天虽然离开我们，但是我们永远怀念你，你就用平安去吧。我们社团很需要在座每一位继续为我们台湾努力，就如同李刘兄跟美凤姐，他们一向的对社团负责，我们绝对不会中断。最后，我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告别式，祝大家身体健康。各位来宾，恁两个家乡，我今日用足沉重的心情来讲几句话。啊，恁老兄甲我熟识差不多25年，啊，阮就是年纪同款，啊，要足侪趣味吼，拢同款。啊，阮开始是。在北部同乡会做理事，做会两担，啊，处理真相近啦吼。伊对台湾历史文化，啊，我拉真安尼真内行，啊，真有趣味吼。所以十几年前，阮做会成立一个台湾，美国台湾文化协会。我有人办足济，作为办正济活动。闽南人对拍鼓路嘛正趣味吼，啊差不多20多岁吼。啊，阮是一群人因到成立一个 Russian Golf Association。啊，阮作为拍球差不多拍了20多吼，啊其他吼一个活动吼，代理商会吼。是中华农业会，我拢是到顶吼啊参加活动安尼。啊，我甲闽南兄甲志宏姐吼，啊咱到顶旅行足侪遍吼，去南美、去巴西吼，啊去埃及吼，啊最近阁做会去金门妈祖，所以阮特别。思念闽南兄，我就简单讲一个闽南话一挂代志吼。伊对三项代志上趣味吼，第一就是正南会，啊伊讲7、8、4、5点就起来迄个压水抓虫破肥了，啊。足感想，啊！伊320万个，逐层都拢开得足水个对吧？吼！啊，伊个第二项趣味就是讲对台湾历史个研究，伊读差不多200-300本台湾个历史个册吼，啊伊啊常常去教会讲台湾个历史吼，啊，嘛别个社团嘛捌邀请伊讲。台湾的历史，啊，我相信伊老先生伊对台湾的历史是
了解一个人吼，过去行伊就最爱拍高尔夫球吼。啊，伊这个人，我解说伊遐尼久吼，啊，伊是一个足谦虚的人，毋捌讲等于挺朴实，是讲无学问吼。啊，即摆有报社要甲托这个恁恁娘兄一下。阮做伊遐故乡，我直直找吼，拢翕袂哦，也拢无翕到伊正面吼。啊，伊都是啊翕伊个团体相吼，啊，伊拢面后壁，拢伫伫第三排。所以这个人就是安尼足老气，啊，伊可讲性情吼，是讲伊唔捌听着讲伊讲啥物人诶歹话，啊对别人拢吼足尊敬安尼，啊伊你看伊安尼点点，啊伊这个人阁足幽默吼，叫 humorous 吼。啊，阮若伫拍球时啊，伫讲话吼，我拢笑甲咧，拢笑甲咧吼。啊，伊甲吴永健吼，两个足阴爱恩爱吼，啊。今日伫即个游学吼，我想讲来讲一寡较快乐的时光啊吼，阮做伙吼，啊拍球啊，有时安尼足趣味个啊，闽南话我来足引诱。啊，有一摆十几年前，闽南话甲我去拍球，啊拍到一半，啊落大雨吼。要转来来就使，啊无，恁娘兄就甲讲，啊无咱拍完了，啊十几动差不多点半钟就拍了，因为规个球场干阿阮两个，啊所以吼，伊就是爱甲即款吼，啊我当伊出去了吼，啊惊伊太排便吼，啊就紧来衫甲穿好呾，放到迄个 dryer， 啊就加无事啦。如果阮太太讲，卡电话来问讲，啊，今日落大雨，恁敢无法度拍？啊，我就讲，啊，我咧球场打打呢，别位拢落雨。是啊，我咧甲阮太太在遐，啊，阮太太无相信，啊，去卡电话问闽娘兄，啊，闽娘兄安怎讲？讲啊，有啦。落淡湿啊，安尼啦吼，我落一丝仔雨安尼，啊，所以伊这个人就是安尼讲话真幽默安尼吼，啊伊啊，袂讲实，袂假含糊安尼个，就讲淡薄仔雨安尼。啊，你知影，我就是讲较快乐个时阵吼，恁娘兄伫拍高尔夫，伊开球吼。伊毋是开悬起来，拢开平飞球，足平个安尼啦吼，啊，佫拍着足好。啊，伊即摆拍着野球吼，应该普通人是拍落水底，啊，伊迄飘，啊，全个拢袂落落水底。啊，我佮人讲起，啊，你嘛小个，爱甲头讲吼，我有只韩国球吼，哦，伊拍落到底拢袂沉落水底安尼啦。迄个送我一呐，啊，我唔甘了吼，啊，最近咧整理事，才发现着，啊，想要着闽南，啊，上可惜因为无机会去甲伊做伙吼，啊，佫一项代志我咧足新鲜啦吼，啊，一摆去拍球，啊，去寒天吼，啊，球场拢有迄个Canadian Leagues的鹅啊佮鸭，爱开球的球较近吼。啊，讲到一只鸭，啊，讲了个鸭都跳了，我讲到一只鹅啊，啊，两只拢死，吼，哎，感觉真歹势安尼啦，我甚至我是世界一个纪录，一只鱼拍死两只，啊，佫吼，
我一个上趣味的吼，就是阮去拍球的时阵吼，啊，拢迄个古里边有沙坑吼，啊，即卖若拍落去沙坑吼，啊，我拢会甲安慰，甲讲啊，西瓜无沙免钱啊，吼，安慰。啊，一摆甲一个阿多啊在遐拍。啊，有人伫着讲啊，西瓜无沙免钱。哎呀，拄仔有讲，我有心头惊个包。我啊，刚才闽南种有口音吼，讲哎，啊，你有小烦恼烦恼者吼？哎，就讲 watermelon no sand no money。嘿嘿，讲啊，拄仔听无呢。I beg your pardon。闽南是安尼遐尼幽默的人啊！啊，我即摆若去拍球，阮落尾拢拜三吼，风扇拢去摩巴 country club。啊，去拍球的时，大家就足欢喜的啊！闽南遐都，安尼人家像讲小学生咧玩笑，可能拢困袂去啊！开始拍球，大家拢讲笑，对头讲啊，拍到尾拢啊笑不停。我就是安尼简单讲，阮较快乐的时光啊，今仔日阮安尼看到咱闽南，阮咧较早起哦，实在是足唔甘哦。啊，阮是永远的思念的吼，闽南话安息 ，rest in peace。即摆迄个只有两个即个物件，我想吼读互你听吼，下就是即个啊，中华民国交委员会委员长陈世奎伊有电报吼，送你电报，我念起一句吼，读互大家听，就是讲。梅凤桥误顾问，经文敏雄博士，慈氏二好，自感啊痛啊作痛，博士博学多闻，热心桥社公益，致力推广台湾文化，冒机修理世祖重建。继而杀死人亡，因的典型引流后世，谨奠自信，尚且免疫悲思，节哀顺变。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世奎，啊，过江明天我想要来谈一个，一个 Congressman Ed Royce。一般一个迄个 Certificate of Congressional Recognition presented to Dr. 明才，我先说个伊头个个文调，是讲 U.S. Representative Ed Royce of California's 39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is honored to recognize you for your outstanding dedication.To our community, your efforts will be felt by generations to come, and we are proud to express our sincere appreciation and thanks for your service. 我今年毕业的高二，今年毕业的大学。天师、天父、至好朋友，就是耶稣。